S 瑞作为智能制造企业，致力于钢结构智能工厂设计与研发，行材二次加工智能生产线将会给钢结构企业颠覆性的改变。凯思瑞总线智能控制系统可实现多条生产线指令通讯工作，可兼容 TECLA DSTV 标准格式及 AutoCAD 等实体的无缝对接，输出统一标准格式代码自动分配，通过总线控制多个智能生产线同时作业，全自动完成原材料储料上下料。